逆全球化的趋势就是前一个阶段全球化的后果，就是它的这个一个反动，是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反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的这个浪潮，首先是主要发生在金融和经济生产的领域的全球化，但是没有产生与之相配合的一个全球性的走出国界、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构造是不存在的。第二个，它产生了一个后果，就是它的积累跟它的再生产的场所之间脱节了。脱节之后产生出许多的后果，在这个发达国家，由于去工业化的结果，许多的这个工人失去了工作，所以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越来越高。更不用说，伴随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由于社会流动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、生态的问题、疫情的问题等等。但所有这些过程都并不等同于说这个世界就会完全走向封闭。疫情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它是一个严重的提醒，因为它告诉我们某一种的状态不可持续，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总是回到正常状态，但是实际上那个正常，我们过去所说的正常状态里面潜藏着所有的危机的要素，所以不是要回到这个一般意义的正常，不是回到从前哈，而是要讨论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探索新的这个状况。我觉得过去几十年事实上有一些正面的发展，比如说经济的这个起飞，虽然也有发展主义带来的问题，但它总的来说促进了全球多极化的这个发展。可是全球体系当中缺少能够适应这些发展的新的全球框架，非洲或者是这些欠发达地区，他们的发展的问题必须寻找到新的这个出路，并且在全球安排当中寻找这个新的出路，才有可能。